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朱龙门阵。今天是2020年12月23日星期三，很快就要到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了。在这里老朱首先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西方的什么圣诞节呀、情人节呀、万圣节呀，在大大小小的商家的推动下，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对这种所谓的洋节开始感兴趣。这本身就是一个利用节日来促销年轻人 happy 一下的小事情。但是自从习近平提出了所谓的四个自信啊，其中有一个文化自信以来，中国的官媒和政府机关以及教育系统就开始组织抵制所谓的洋节，特别是圣诞节。有政府机关发通告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有政府通知各地商店超市下架圣诞卡、圣诞装饰品等圣诞用品的，还有教育部门通知不允许过圣诞节、过平安夜，严禁学生到教堂扮演小天使等角色的。就连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深圳大学昨天还发出通知说，在教学区、活动场所、公共区域禁止张贴有关圣诞海报，禁止开展圣诞活动，要发现了以后就要及时上报。那么抵制洋节，批判所谓的崇洋媚外，就能够展现出文化自信吗？文化背后中共真正在抵制的是什么？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中国啊，党是管理一切的，包括了老百姓的思想和信仰。中国的传统节日更多的是民俗文化上的意义，没有赋予更多的宗教因素，比如我们所知道的春节啊、端午节啊等等。但是圣诞节不同，圣诞节确实是基督教文化和民俗，所以圣诞节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西方国家具有比较多的普实性。现在的问题是一定要把过洋节提高到一种意识形态的高度，然后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洋节就不好。文化本身其实呢没有什么忧啊、乐啊这种区分，但是制度呢却有高下之分。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这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共产党就是要排斥这种多元文化，通过一党专政、党管一切来统一思想，搞一元化。中共对宗教的管制首先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中共主张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呢是主张无神论的，宗教是有神的，所以中共有一个要求，就是党员不能信教，信教和入党你只能选其中的一个。但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看得到中国的官员又特别的迷信，那些香火旺盛的庙宇、烧香拜佛、大手笔捐款的，往往就是中共的官员；那些请风水先生来看相、占卦的，往往也是政府的官员。你比如说啊，在深圳的深南大道，有一个市政府的办公大院，之前呢，门口有一个拓荒牛的一个雕塑，原来就是直接摆放在那里的。头朝北，屁股朝东。后来呢，某领导就请风水先生看了以后，一是将牛呢掉了一个头啊，把头朝到这个东边去，屁股朝到这个西边去；二是把大门往后缩了几米。原先呢，院里边有个水塘，听了风水先生的建议后，这个领导就叫人把它填平了。当然了，类似这种中共官员迷信的这种事情啊，举不胜数。据传呢，江泽民啊也是经常悄悄的到那个普陀山啊去烧香拜佛。中共为了达到对社会的控制，企图建立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是一个单个的原子，不能形成组织化的力量，因为只有组织化的力量
就容易形成对抗的力量。另外，中国很担心年轻人受到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见证等普世价值的影响，将这些价值跟中共的革命文化相冲突，所以中共很担心年轻人受到影响，接受普世价值以后，可能会对中共的主张有看法，不太认同中共提倡的价值观了。其实，中国人在过元旦、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等都是洋节，近几年唯独对圣诞节进行抵制，充分地证明了中共对自己的文化是极端的不自信，是虚伪和虚弱的表现。中共为什么要抵制圣诞节？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当前的社会矛盾是12月25号和12月26号之间的矛盾。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其实12月25号大家知道圣诞节，但是12月26号是中共的党魁毛泽东的生日。中共一直都在有拥护毛泽东的思想的势力存在，而且这个势力呢一直在活动。从江泽民到习近平时代，江泽民似乎对纪念毛泽东的做法和言论呢很少很少，胡锦涛有一点，但是没有大规模，但是到了习近平就很明显了，从延安精神到井冈山，所以高层理念是主导，民间力量呢很有关系，一些低层的民众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牺牲品，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虚假的所谓青年，而没有认识到中国今天的苦难的根源就是毛泽东建立的专制制度。所以如今民众的愚昧和高层的取向就造成了现在毛左势力日益壮大的现象。所以啊，如今习近平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在开历史的倒车，让尝到过改革开放甜头的民众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回到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去。有人说，如今的习近平硬是要把中国拽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那么现在的人民会不会起来反抗呢？那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人的特性是三个人就成一条虫，逆来顺受，有口饭吃就不会去造反，加上现在中共强大的维稳手段，所以中国人只能忍受习近平把他们带回那种天天饿着肚子讲阶级斗争的岁月。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今的人们已经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年轻人的视野不仅仅是八个样板戏啊、老三篇等等，特别是80后90后，他们中没有人有坚定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信仰，9000万的党员也不过是为了过上比普通民众好一点的生活而去应付共产党的那套理论和所谓的习近平的思想。所以如今习近平政治上倒行逆施，国内经济上严重下滑，一系列的愚蠢的外交政策又是茅坑里边扔炸弹，激起了公愤啊，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那么中国近几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朋友们，我们可以仔细的去观察，我们仔细的去品味，我想中国的变化最近几年就肯定会发生，而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朋友们，老朱龙门阵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我每周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准时在这里和大家相见，再次祝朋友们圣诞节快乐，朋友们再见。